怎么把手扎成这样了？以后不要再帮我做战甲了。你可是不喜欢这鸳鸯翅膀？这是鸳鸯。 但凡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。只是，我本以为这是对鸡翅膀。什么鸡翅膀？这是鸳鸯翅膀。我做这个是为了时刻提醒你，任何时候，你都要记得，自己是有心腹的人，在不顾性命之时，看着这个鸳鸯翅膀，就会想起我。 还在都城等你回来。好，你说是鸳鸯，那便是鸳鸯。少主公战甲上别了两只鸳鸯翅膀。啊！太丢人了！这仗我都不想去打了，会被敌军耻笑。 以后，这女工之事交给我就好。你不用再做了。你还会女工？军中事务，大都是我亲力亲为。这缝补之事，我也算是熟练。待我回来之后，这女工之事，交给我便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若先挽针线不利，将这翅膀摘下便可。 但我给你的软甲，切不要脱了。这软甲是铜丝或者麻织就，既软，还能防刀伤，关键时刻定能保命。而且我还绣了只小兔子。那是兔子？我还以为那是只鼠呢。啊？那是兔子。 我属兔的，嗯，是兔子。你说是兔子，那便是兔子。你本来就是兔子，兔子。哎呀，哼！踏定广州之下，成何体统啊？ 哎，怎么就那么的难分难舍啊？也不知谁当年凯旋时，齿恨马儿跑得慢，非得跳下马冲过来见妾。哎，过去的事儿，阿恒还是记得这般清楚啊。我可不想记得，满脑子记那些破事儿，多费脑子。朕也忘不了啊。 哎呀，小没良心呐、啊！只织惦记郎去，绣了一夜，一双袜子都没送过来。连女婿的醋都吃上了，要真给你缝上，你能像林不疑那般不要脸的穿上吗？哼，那倒也是，那双小鸡翅膀，幸亏没让我穿，不然这老脸往哪搁？子山。 你这般好，定要活得久些，不然我可就改嫁了。你不会有机会的，我一定活着回来。一定活着回来。嗯，许久未曾见到此身如此开心了，朕也很开怀呀。 只愿此战过后，再不用出征，从此父母与子女、女娘与郎婿，再不用分别。放心吧，朕一定会让九州一统，世间不再有干戈。
那是子慎府邸的私印，看来子慎是要向少商交托家底了。世上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儿了。好，好啊！只可惜，我这一生从未尝过这般滋味。 诸位将士听令，朕在此祝各位将士旗开得胜，早日凯旋。朕与你们的家人等你们归家，吾等应当竭尽所能，不负圣恩，吾等。